样是 sorry， 是 sorry， 这样是一个力量，我的力量，这样子，另外一个，这样子，另外一个力量，是不是这样子往下的力量，这样子撑开的力量，这样子向内往前的力量，看到没？只是手肘的变化。啊，看到，所以有很多的变化，只在这里。对，我的手在这边，这个往下是这个力量，往这边是这个力量，往这边是这个力量。看到，所以我的手看起来是在这边都没动嘛，这样子力量就变了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就变了。这样子也变了，这是往下往前的，你看这个力量，听不懂啊？所以要去练小的变化，所以它带动出不同的方向，它带动出不一样的方向。你妈有没有事？我这样子是这个力量，这就变了。这样子，但是核心体的力量是一样的。对，一样的。你看，这个是这样子，这是这样的力量，这是这样的力量，这样是往下往前。看不懂？所以你的后面的力量是一样的。可是你的手肘的位置变一点点，这带出去的这个力量的方向就变啊。然后所以你刚刚的时候，你的体的力量已经给走了，然后走再带动。我体都没变。哦，对，所以你的力量不能从手来。对，你的力量不能从手来。我的力量如果在手的话，它不会变的，它死掉了。我的力量在体，它是这样，它只是引导。所以我，你看我的手肘这样，它是产生一个力量。我的手肘是这样子，它就变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的手到你的身上，我是用这个力量打你，我还是用这个力量打你，往那走，我还是用这个力量打你，听不懂？啊。所以当我防御的时候，你就放可以。当他的手来，你的手来，我如果是这样子，我如果是这样子，当我的手肘这样开的时候，你看我的手肘这样一跑，力线变成这样子，这个没有变，听不懂？所以我本来是这样子，他的手来，我如果是这样子，他还是会打到我。我如果这样子就开了，我浪费掉我的机会。所以不是我在这边我的手是这样，是力量没有变，我只是方向。对，那个力量的方向变了。啊，我就你看这个走的方向可以这样子，我这个都不变。哦，这个都不变。这个病，张总，啊。